加的斯位于西班牙东南部，已经有3000年历史。葡西游轮之旅，西班牙加的斯。游轮码头近期经过扩建，码头占地1300平方米，设有开放式大堂。码头设置旅游咨询站，旅客可以在这里拿到地图。加的斯位居半岛，两边只有大海和空旷的海岸线。游轮停泊在市中心，行路就可以游览全城。自由火炬纪念碑位于加的斯码头入口处。加的斯是一座海滨城市，是加的斯省的省会。1812年，宪法纪念碑。1912年落成。坐落在加的斯的西班牙广场，底座有很多代表语言的雕刻人物。由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和一个巨大的方尖碑组成。象征着战争、和平、农业和工业的雕塑群，是纪念1812年宪法100周年的纪念碑。西班牙广场东南端，广场周边的一条走廊展出多幅世界名画。著名油画家的复制品，古城区街道比较狭窄，通往各个广场。街道各具特色，但房屋的外观就保持一致。
呢座十平方公里嘅城市大概有100,000居民。雜貨店、咖啡館夾雜在道路中。整齊的石板街，聖弗朗西斯修道院建於1838年。可以入去參觀一下。禮拜堂的拱頂和聖母堂。大堂平面呈长方形，有一个中庭和侧堂。朝早没人来，可以自由参观。来到米勒广场，卡迪斯博物馆的前面。绿树成荫的清凉空间，有充足的长凳可供休息。前面就是圣安东尼奥广场。广场以纪念西班牙反抗拿破仑独立战争而出名。圣安东尼奥广场周边设有各式各样的商店、露天茶座和咖啡馆。广场成为一个热闹的地方。
區傳統合宅的街道。法拉大劇院、比倫的加的斯大學醫學院，劇院紅磚外牆，輸入口處有三個大型馬蹄形的拱門，劇院位於法拉廣場。拉菲爾診所有急症室服務，藏在坊間的民生小店，聖輝利佩內利神學院教堂，议会博物馆供游客免费参观，历史人物的肖像，一楼展示一座加的斯老城区的模型，由桃花木制成，银色的周围就是大海。有关宫廷人物的画像，十八九世紀用的手槍、步槍，经过一处露天摊档，
到了中央市场。门口主要集中售卖水果，种类繁多。摊位上面摆满咗闪闪发光嘅鱼同埋海鲜，估计有100个摊档出售多不胜数嘅海产。新鮮龍蝦28.8歐元一公斤。日本人最喜歡吃的金鯖魚，
肉类。西班牙出名的火腿，下午一点开始，西餐馆就开始营业了。游客可以在露天餐厅吃到各国的和本地的美食。前往加利斯圣十字大教堂，大教堂的圆顶由金黄瓷砖制成，是西班牙最大的圆顶教堂之一。费利克斯广场和会计之家博物馆，这个位于大教堂附近的博物馆，大教堂的门票已经包括在内。大教堂广场大教堂前面的钟女士和众多的露天茶座，十欧元的门票可以俾你参观大教堂和大教堂塔楼。一张门票包括五个项目，有时间值得去参观。离开大教堂广场，向邮轮码头海边前进。来到这个市政厅广场，加的斯市政厅就坐落在这里。距离邮轮中心只不过是几步之遥。广场周边的餐厅和小食馆，
向码头方向走，身后边就莫雷纪念碑。沿住海边大道慢慢翻返游轮，结束今日的行程。